你好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哈。那我的条件真的不多，你听听看，看可不可以帮我找到。没问题。我希望呢，它是折扣低，万元九层西小包，应该不难吧？那我帮你推荐这个纪梵希，这柜上现在都还有呢。对，官网还在卖的。所以它是现在正在安的。对，然后还可以斜背跟手提。要怎么分它是九层西？要怎么看？基本上它的状况就是有一点点的指甲痕啊。对。然后像这边是麂皮的，它因为放置的痕迹。然后里面的话也是要看一下，像它里面的话就蛮干净的，对。那主要的话是有一些使用痕迹跟压痕。哦，状况其实很好、欸。对啊，你可以背背看。那这个原价是多少啊？39,500。那现在如果这里的话，大概15,000左右。15,000？现在几折啊？不到4折。不到四折。很划算呢。对啊，这个是这里也有凯旋门，这个是非常限量的，也是小包哎、欸，也是小包，然后也是38,500左右，然后我们家也是15,000左右就买得到。可是它现在是也是柜上，对，现在柜上很多很多艺人明星都有背的，对，然后是他们家很。现在这经典的 logo， 对经典的凯旋门的 logo，像这个包就是很多的 logo 嘛。对。那通常如果像比如说我在网络上如果要买啊，可能就是看照片，我要怎么样分辨它是真的假的？有一些应该说分辨真假、看照片其实有一点难，还是要看到实品。那网络上有一些可能像这个品牌它没有保卡，他们可能会放一个保卡给你，那一定是假的。假的。对，因为有一些仿冒品，它做的比真的还要搞钢，对它的配件更专业，对，更齐全。我给你看一个蛮适合你的气质的，这个天鹅绒材质的。但这个就有季节性的问题，就夏天。对，夏天比较不好，所以现在的价也是相对便宜很多。所以可以趁这个时候买啊。对，冬天在用，因为这种材质其实每一年冬天一定都会有的，而且有很经典的他们家的 YSL 的相机包。对。这个46,000左右，那现在也是大概15,000就买得到。也是差不多不到四折耶。对，然后这个颜色呢是去年2019的颜色，而且是它经典的这个。对，然后也是配上 YSL 的三型纹 ，LB 这个好不好？这也是很经典，现在专柜已经涨到40,000了，现在也是1,000多块钱。我也买得到，这个蛮新的，因为它连锁扣都还在。对啊，这个是配件很齐全，锁头钥匙都还在。因为我自己有一个，但是锁头就是要背久了，它就是会突然间不见。我有看那个 miu miu 包哎，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这个都没有拿出来，一定是很。对，这个是净全新，没有很贵啦，也是万元，也是万元，对，而且是很新哦，957。可是你有包在柜上很贵，而且没有折扣。对，但到二手市场就差一点点，而且它装超新的，今年很红，今年又回来可孚系列，皮很软，你可以背背看。新的味道哦。新的味道是什么味道？就是跟刚刚比起来，是有新的味道。这认真状况真的是我在专柜上看到的。而且它今年啊，主打这个可孚系列。对。然后也是相机包型，它的卡也都在哦，它就有保卡了。然后防尘袋那些都有，防尘袋也都有。这就是喵喵的防尘袋，好想拥有哦。我觉得你可以先试背，而且很轻、好新哦，这包包。它是净全新的。这款是很可爱，颜色还蛮适合你的，大小也很刚好，可以装蛮多东西。对，然后你今天这样穿就很适合，调整大小。你好会介绍，你这样让我每个都想买。那你就都买啊。都买是不是？你今天的业绩是多少？可以刷卡。受美丽秘技都在女人我最大爱，拥有最强神级团队，让你成为时尚焦点。达人指点，美丽多一点，女人我最大爱，快来下载。